出来。啊，建敏你要出现了，又是不练团的建敏。好，主唱陈建敏。鼓手陈品化。品化的人气好高哦。吉他手赖一凡。另外吉他手林胜文。贝斯手罗敏翰。好，自由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。那请大家在主唱在嗨的时候比一个 rock 好不好。好，那我准备开始了，我就把时间交给他们吧。一直陪着你，你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，也是不一定。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，打开一瓶欧泽的酒，看着今日游来游去，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、yeah! 我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，一切好安静，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，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，我知道我一定哭泣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，说爱我说爱我，原谅你不再爱我，说我的泪不曾改过，为什么为什么爱情那样变冲动，没有人告诉我原来不是我想象，不要回来，你已经自由了，我也已经自由了，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，一切好安静，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，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，我知道我一定哭泣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，爱我，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？
好帅，请各位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。如果副歌你们觉得开心的话，就跟着一起拍节奏，一起打节奏，我们一起。我这一次我们学音乐很重要的一个项目，就是第一个听着音乐，然后跟着节拍动。立威好棒，立威这样就对了，对。好，接下来一首歌是魔力红而败的《This Love》。然后怕被你们红爆，有我们的吉他手，我都没有这些文化，吉他手很爱跑，罗宇燕，贝斯手苏玉杰，主唱李邦权，还有我们的主吉他手田和一，郭嘉景，多棒！大家来这边开心一点。今天的张友明跳动，今天天气冷，大家也稍微活动一下筋骨，待会出去就不会这么冷。学2年多，2、3年。好，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需要或服务的话，可以在左手边这边跟我们说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位吉他手？他是我们今年考Law School 英国检定系统的第三级过关，很优秀，很棒。好，这边说一下《This Love》这首歌曲讲的是一段感情的结束，男方对女方的挽留和再见而不舍这样子。那听看看这首歌曲所要带来的感觉。可以吗？好，黄泉，交易啦！今天你应该是会在台上最常出现的人物，很棒。好，那请各位热烈掌声带来这首《This Love》。
识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跟着他一起算拍子跳动，耶、yeah. ，好，我忍不住跟着一起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因为我节目单的歌序稍微有一点变动，我后面22团的歌曲呢，我要往前调。现在所以我们下一团的歌曲是 Wake Me Up in September。来，隆重介绍我们的大会广播侯冠宇先生，侯冠宇先生，您要上去了，我找不到你，侯冠宇先生，如果你出现的话，麻烦说个嗨。好，看来我要播一下时间了哈。哦，对，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的正妹吉他手曹文。乱来，小问题。好，贝斯手赖威仁，鼓手陈淑安。侯先生。好，然后又是我们的主唱李邦全，邦全辛苦你了。会啦，这样帅。有，现在有女朋友了吗？有啊，在那里。啊，好，那我就好。侯先生出现了。Wake Me Up in September End，他讲的是一首Green Day 年轻岁月合唱团唱的歌曲。他讲的是纯真是不能永远持续的，歌词意味着人生的结束也是人生的开始。你可以缅怀过去，但是也要大步的向前。一路上一定会有一些风风雨雨，但是请不要忘记自己追求的是什么，也不要忘记我们失去的是什么。献给你们，也献给我们。我们的鼓手啊是苏安，是从新加坡来的，他来台湾短期过，这是暑假，对，暑假，然后他很可爱，常常在音乐教室晃来晃去，然后常跟我们聊天。他才学了8堂课而已。好，看来他们准备差不多了，那请给他们的乐手跟鼓励带来这首《Wake Me Up in September》。September ends.
带来的是周杰伦的《晴天》。这一团的平均年龄大概都在几岁？十三岁，但是也有一点超龄一点的，16、17、18岁的哦。好，来，我学生表演完的可以坐前面这边，对，对，不需要你们的热情。好，他们很多有一些都是，鼓手跟主唱是认识的，哦，还有吉他手认识，其实你有麦克风，你可以用麦克风讲话。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，来这边就是开心一点，热情一点，然后脚不要抖。好啦，你很棒，可以了 ，OK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就欢迎他们带来这首周杰伦的啊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介绍他们的名字了。主唱曾毅，贝斯手吕浩伟，吉他手吴如冠华，吉他手黄鼎恩，后面鼓手刘嘉元。好，现在欢迎他们带来这首周杰伦的《晴天》。
害羞。太棒了，你们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同样也是周杰伦的歌曲，这首歌叫做《稻香》。你好。他来了。对，十一月。又是有请到我们的笑片团天王陈建国。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当初怎么没有？那他是一家人就排在一起。有，最后面有。在台上的观众，有在台上的表演者，其实都会心里会非常害怕或害羞，所以如果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摆动，或是随着他们的音乐节奏一起，那怎么办？然后一起摆动的话，他们会更有点信心，会让他们加油。还有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现在应该不会紧张了吧？还 OK， 还是怕忘词。还好是唱周杰伦的歌，所以可以用他的唱法带过。是不是？含卤蛋吗？好，那我介绍一下，主唱陈建明，吉他手李邦全，他这一次从主唱换成吉他手了。贝手邱一家，他很棒，他来学了真正上课的时间上不到八堂课。鼓手，对，鼓手曾国祥，吉他手林宏恩，乐手陈之佑，这个也是人气很旺。好，那接下来今天看他们带来的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放一下，跟着我一下，放轻松。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，请你抬头看看天是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你的城堡，随着大小浓烈一起奔跑，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想见到高遥远的美好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完了，为自己的人生先点盏灯，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。找一个发光的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，那才叫做意义。童年的纸飞机，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所谓的那快乐，赤脚在天地追，蜻蜓追到累了，头在水果被雨风给顶到发了，我们都笑了，还记得稻香的吹着风，唱着歌吹走了青春，有个心碎，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家就继续奔跑，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不要哭，让眼泪
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还记得你说这次回忆的城堡，随着方向过掉几句风骚，会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。不要哭呀，一路走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，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。歌曲有点调动，我的第十八首 Again， 我觉得因为可能有点事情，所以我需要把它往前拉到前面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是 Lady 的 Again。都往那边跑，没有人敢走路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背着手游敏汉，背着手游敏汉。台上需要你啊，游先生。侯先生这次出现了，游先生这次不见了。好，他出现了，太棒了，害我紧张了一下。明艳，你再不见，就是我们要下去谈了。人家过，人家过，人家过。Again 这首歌是一个比较放逐歌曲，它讲述的是一位遇到了一位女神，拼命的寻找，只为了再次相遇。这首歌的主唱庄学远。吉他手张云轩。贝斯手刘明翰。吉他手侯冠宇。帅气的女鼓手施廷宇。好，会紧张吗？对，会紧张吗？好，看来大家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听看他们带来这首 Again。I'm searching for you.
麦了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正面吉他手林轩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是艾薇儿的《Calcutta》。Calcutta 也是艾薇儿的歌曲。那艾薇儿是比较年轻人的代表，他讲述的歌词都是用一些很年轻的话语告诉大家：哎，冷静一点，放轻松，不要当个虚伪的人，人生不过就是这样子。记住，大家跌倒了，其实还是要爬起来。主唱曾毅，你好，是一个，突然还会紧张吗？还会紧张吗？好，手抓菜刀，好，开玩笑。主唱我们曾毅，吉他手林家欢，贝斯手张学远，主唱张外是吉他手张佑宁，鼓手高佑慈。刚好十块钱，好，看来是准备差不多了，那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带来的 Calcutta。